要把最漂亮的东西，以前拍机场是丢脸的事，现在是漂亮的事，所以好的机场拍给大家一起看。那好啊，就这一次第一次在机场拍，就我觉得不错啊，因为人很多嘛，很真实的，对啊，那我觉得很不错的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拍电影的过程，大家一起。